家人们，一觉醒来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你崩溃不？我反正是不行了。但是看完监控，我才发现，这都是小场面。以下都是监控画面，如果你正在吃饭，建议赶紧退出。本来吧，我还是有点同情牙牙的，毕竟翻了1个多小时才翻回来。但是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有一天我监控倒了，然后我就往回翻了翻监控。牙牙，你就是该。好。